叫伊尔哈兹·耶斯穆哈兹，来自塔什地区俄米县盈利滑雪场。我是双板举的负责人，我的工作是给游客们提供合适的雪具。每天我们都要检查一遍雪具，要确保使用过程中没有任何安全隐患。我们拿雪具走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。我叫顾里德新，我们放寒假了，我有时间就来找哥哥滑雪。我哥哥滑得非常厉害。放雪具员去啊。好。你看到爸爸了吗？啊，爸爸在上面，妈妈在做什么呢？妈妈在家里收完收拾完房子，准备做晚饭呢。回家的时候让你和爸爸泡一下脚，外面太冷了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不要让他的，不要让他成为专业的滑雪高手的。这是我爸爸，我和爸爸都在滑雪场上班，我爸负责缆车、启停和顾客的安全。家庭特别踩到了安全第一。慢慢滑。好多娃娃都经常来滑雪嘛，都我在这地方工作，他们喜欢滑雪，滑雪我们也支持他们呢。现在都放假了，因为滑雪我也热爱这份职业，爸爸妈妈也支持我的想法。我和妹妹都喜欢滑雪，我希望她能成为职业的滑雪运动员。